好的呀，赶紧来，赶紧把字儿拿起来。董事长今天来视察，到楼下了。不是我一个人，咋打条幅啊？这不我老婶在这儿了吗？啊！打架打架，来不及来不及了。有事儿啊！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！KTV 啊，还唱上了。爸，你看怎么样？在公司叫职称。是的。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、啊，你也要独当一面嘛。你瞅你穿的和跟司仪似的。啊、哎，对了、啊，我给你们公司制定那个制度执行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制度呢一直在执行，但是你说5年内禁止员工谈恋爱是不是不太合理？爸，你说你不找，你还不让员工找吗？制度是想让员工一心扑在工作上。是是是啊，跟我找不找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说这么多年你见了这么多也没有合适的呀。我不是忘不了你妈吗？是公司这名都是按照我妈的名起的，铁钢投资是不是？就这样吧，爸，咱们抓紧时间好吗？董事长，你看欢迎的气氛是不是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不是董事长到了吗？放下来吧，放下来吧，走了吧，走了吧。董事长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啊、这位是咱们的新员工小一、刚来公司不久，表现非常的出色，带病坚持工作。董事长好。哎呀，你好啊，小一。这位是爱是你用心交织的手。不是，爸。儿子，你看看他像不像你妈年轻的时候？哎呀，爸，你醒醒吧！你是谁呀、啊？这是我妈。我是小一的妈妈。妈妈怎么来公司了呢？听说董事长要来视察，我代表员工家属啊，欢迎您。哎呀，哎呀。员工的家属啊，哎呀，欢迎你啊，欢迎你啊，小一的妈妈，你长得真是柔美之中带着一丝阳刚之气呀、啊！你吓我一跳，我很欣赏嘛。来，总经理过来，来。哎呀，正好公司马上要召开年会了，是，把员工所有的家属啊都请到咱们公司来，一起搞个联欢嘛。好的。小一，把你的爸爸也请到公司来，一起热闹热闹。我上哪儿整去？那个董事长是这样，我妈是一个人把我带大的。啊，那你的爸爸？我爸呢？你爸，他爸爸走得早。爱是你和我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哎呀，一个人带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啊，这个我深有体会呀、啊，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呐、那个董事长，我妈妈还有事呢，我就让她先走了。我先走了，妈，你快走，站住！哎，你看小一，我也是一个人，你妈妈也是一个人，我们多聊一聊。增进一下感情嘛、哎，这样，你代表员工的家属给我们员工讲两句。不是，我妈哪会讲话呀？不会讲，提提意见也是好的吗？董事长，这有份文件。哎，这样，你们准备一下，哈、啊、哈、啊，我处理个文件。小一，千万不让你妈妈走哦，留下留下。怎么还不让走了呢？还让你演讲呢。还真背过一段啊。人生。好比一本书，无论里面写了什么，只要有人去阅读，它就有自己存在的价值。这说明员工的价值不在于他结没结婚。不是，那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呢？借此机会我把你公司制度问题提一提。你别给整露馅儿。我定了啊，肯定行。哎呀，大妹子。哎呀。